来，走，我们过去了。要回台湾吗？然后我可以用模型啊，模型怎么用？用力的放进去，然后两只手用力的转来转去，怎样？哇！ 不一样的就好了。对，这里还有。集合。中到嘛，你再去就好了。这个是背带子来的。半斤的是这个。你有没有要我买什么？是我们。这个是半斤的。晚上在进门会不会无聊？不会啊。 非常开心，今年第5年的环岛，来金门已经差不多要1个半月了，非常的开心，真的舍不得离开。来金门，人事物的一个温暖与爱，让真的让我们流连忘返了，但是起风了，是应该回家了。的生命故事又多了很多很多很多夜的精彩，是因为有金门的一个人事物的陪伴，感恩谢谢金门。 小朋友们，今天因为有你们的陪伴，所以呢，馒头的一家人的生命故事又多了一夜的精彩。谢谢馒头一家人带给我们生命的精彩。